首先出战的是杨凯，炸起来，炸起来！第一个，我们炸起来，炸起来，全炸起来，炸起来！第一波我们炸起来，一定要把场子热起来，热起来，热起来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进入半决赛之后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找一群 B boy， 我们去完成一个纯粹的 breaking 舞蹈。凯哥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花两个小时时间，或者待会儿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时间，我们拿出手机来，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，然后选出来，我们马上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对。特别想在这个街里面，而且这是一次半决赛，真正去发挥我诠释的我对 breaking 的理解。一打二，再打四，五打六，七打一。对，哎呀，走你。我们这个作品从专业的技巧上面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参加国际性的赛事的，而且能有机会拿前三。我也真爽啊！今天晚上这个是最街舞的一个节目，这是街舞的。杨超越，不要再排了，可以走了。杨超越，杨超越，都很稳。我们待会儿再来一遍吧。我希望中国每一位 B boy 都能看到这支作品，我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跳的 breaking， 那么肯定我要把 breaking 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这是一支纯 breaking 最 old school 的作品，希望你们能够享受这个舞台。杨凯一波王炸，炸起来！It's okay. 谢谢杨凯。过！太厉害！凯哥的那个作品非常满意，现场看完之后还觉得很炸的，就是但是那种柔柔的炸的那种感觉，很炸。然后就用了那么多，
我还是看了电视，现场肯定更嗨。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哇哇酷宝的 AK 东。凯哥对我而言，首先他很强，他找的这11个 B-boy 都是国内顶尖级，但是我觉得炸碰炸我不怕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舞不止炸还有热血。5、6、7走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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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我们的舞蹈是一个关于兄弟的点舞，所以我这些哥们儿都没有一个跟我是不熟的。别人在把我的事情当他们的事情，甚至比他们的事情还要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有人没有很低，再低一点，再来一遍。我是不知点的，我们好改过来。好揍他，不是好揍他，主要是。几个小问题，但是已经很棒了，很炸了，很 OK 了。这支作品就是谁也不怕。我们就是全场最帅、最狠、最热血的人，就盯住。让我们一起跟着 AK 东重返高校，有请我们的少年热血团。このクラスで一番強いのはどいつだ。I made that bitch famous. She gon' fuck me like Who's that Johnny?谢谢。谢谢 AK 东和你的伙伴们。啊，太激动了！那个喊是我从来没喊过的，当下那一刻我就不自然而然的我就喊。我喊的那一刻我很爽，圆满，这就是我不怕输。那种感染力、表现力。
还有我觉得他除了这个舞蹈整齐力量然后编排以外，他还有一种情怀，这个作品让观众感觉到那种热血，把观众带回到那种青春的情怀里。现在请有投票权的101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，如果你更喜欢杨凯的作品，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向舞台，如果更喜欢 AK 东的作品，就请投黄色毛巾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我就地做发现情人，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再这么下去，就要廖博和李玉龙提前出场了。给我来点尖叫声，怎么样呢？要！主考导师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先说我的作品，那我觉得整体完成度都非常的高，因为我们作品很多的技巧，每一个 B-boy 都完成的非常好的完成度，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齐，只不过有一点点的小瑕疵，比如说就可能最后凯哥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误，但是我觉得整体已经很棒了。然后 AK 东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最后的部分是确实是燃到我了，运用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，马上就要打架的感觉，然后把我们的兄弟们全都喊起来，然后最后一个很燃的一个电影海报的一个 ending pose，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完美，非常的炸。两组都很棒，尤其杨凯真的是让我真的由衷的 respect， 我一直以为 B-boy 会受这个体力你不能长时间的表演，没想到你可以做一个这么长的表演，而且让我们看到就是 breaking 人原来这么多种地板动作，就是让我目不暇接看完整个表演，就是原来可以变化出这么多样的花样出来，所以我 respect。 两边都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一个字形容，倒。杨凯哥这一组呢，整个 old school 很纯，然后很正，包括中间很多那种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其实是很难实现，你不要看就是他后空翻一推的那个东西，其实我以前做过，非常难。不好意思，我澄清一下，我说我做过是我负责推的那个人，不是翻的这个，对，我是负责推的。好，那么我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两组队员，为什么要找这一群我的帮跳的兄弟们呢？就是想到当时海选的时候，一博队长跟我说的，就是能玩音乐的 B-boy 真的是绝了，所以我找了十位绝了的 B-boy 然后过来，然后我们想真正的去释放一下我们的那个 breaking， 然后把自己最舒服的 breaking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在这一次把作品跳好，然后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作为一个 B-boy， 跟这么多编舞是同时竞技啊，有没有觉得很有压力？压力肯定是还有的，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们 B-boy 遇到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很难整齐，因为每一个 B-boy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就我们这十位的舞者，每一个风格玩的就有的是玩翻的，你们看到，有的可能就是花了10年，就像刚中间那个头转，他10年就只转一个头转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。所以说难就是难在整齐上面，所以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跳整齐，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很整齐。
啊，那就好，谢谢。